如果你生咗暗疮或者有肝纹、鱼尾纹嘅话咧，就算再靓都好，都总会俾人感觉唔够精神噶。所以自拍，梗系要拣翻部美颜相机啦。明明今天的皮肤已经是最佳状态了，但为什么还会生多粒小痘痘呢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只需用单手做出不同的动作去遮掩，这样扮自然就可以了。如果张相入面只有一个人就会很满的了，有小道具去遮掩就会增加张相的趣味性了。不要小道具，我手上的自拍神器就有12级的美颜模式，那就一次过解决了所有瑕疵问题了，黑眼圈、眼袋通通不见了。